这呢幸福，我无怨，感情多，永远嘛行不完。春天啊，多谢你呢。别，再见啊，好温暖哈。谢谢。嘿，背面迄粗皮啊，出来惊庙事，啊，惊来坐这个所在，搁去用当作庙公，啊，叫我甲因逼签诗，搁逼甲去予人会学咯。我的面感真正有生做甲庙公同款，入来房间照镜照看卖就知。啊，你坐了那坐，唔是念啥？我咧念啥？迄无要紧，请问你即摆是安那？足好个，好个，甲用起头变作起头啊，向啊！起你个头咧，咪困起就变作哪样啊？啊，不过若袂你袂动，就痛个。安尼看你唔交老子袂管。我知啊，黑白讲话，心明得甲你处罚，你只会去交老子啦。我怎个袂讲出来？怎啊？你去放因兜啊？你无顾着因两阿婆，都爱紧离婚，迄都是报应。哈，啊，你别乱啦！要安怎？赶紧来找一间较大间的病院，来互伊做检查了后，通做治疗啊！行啦！等！来这套，你即摆管我的病院，其实毋是要看我颔骨啦，你是要叫我去看病院，爱着无啊？好啦，毋去卖去啦。但我甲你讲啦，小等下入去到房间的时候，迄浴槽的水甲漏甜啦，规身人全甲浸落啦。尤其是颔骨那这个所在吼，袂滑者，爱用的面巾创的烧水创到会烫人，安尼落去甲按摩按按的，看会好无？个人袂好哦，同款嘛是爱走病院。阿芳，卖搁再捂住啦啦，就敢若参照我拄则讲的安尼，面对现实，阿公婆共同来解决困难。美惠啊，为着我姐夫啊，对我咧吃苦，我对伊吼。实在是真实的，你莫一直回实的啊啦，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敢讲一句实的就当解决先，安尼就对啊。翁阿婆吼，都爱同甘共苦，互相扶持，心情放较轻松的，紧去趁钱，甲你的债务还完，安尼才是办法。这几天吼，我拢认真咧洗头路啦，不过吼，老拢嫌我有话啊，无要请我。唔知要等到啥物时阵哦，我才会当找到工课做。袂啦，我相信只要你若有心，一定当找到头路的。对啦，阿芳啊，明仔载吼，我去社会局上班的时阵，才甲你斗门看卖啊，看倒位有在欠人，啊才介绍你去遐应征，好不？安尼就对啊，只要阿公我若甘心，无迄个困难无法度解决嘞。哦，阿伯，我无希望佫听到你讲要甲美惠离婚哦。袂啦。我袂甲美惠离婚啦，你放心啦。玲玲，嘉宏，若是有甚物所在需要我斗相共的，做你讲袂要紧。你莫拢安尼点点唔讲话啦，你到底有甲我当作是朋友无？兄弟啊，我真正无需要你甲我斗相共啦。嘉宏啊，你莫遐倔强啦。啊，公司都行到这个地步啊，啊，你今日竟然要经理，昨昏你甲我讲要甲咱公司所赚的遐个钱提出来做赔偿金啦。啊，那咱公司都完全无这个周转金啊，以后公司所接到的生意嘛，无法能正常运作啊。咱是干要运作啥啦？无钱公司就收收的啦，免做啊遐尼艰苦啦。你有看吼，伊就是安尼啦。每一届我若要好好啊，甲伊参详，就是这样啊激动啦。我这毋是激动，我是咧怨靠我家己哦，无咧做生意的命，无赚钱的运啦。好啦，啊，就算讲你无迄个运，无迄个命啦。啊，不过人即摆用地要甲咱斗相争，咱都有希望啊。嘉宏，我拜托你好无啦？莫安尼啦，拄到打击，啊，就讲要甲公司收起，无爱做。拜托你好无啦，嘉宏，就算讲你无想要接受我跟你斗相共嘛，不要紧，代志总是有办法通解决的。
阿兰妈姐跟你做伙泡面遐尼久啊，你即马拄着代志，着要甲公司收起来，安尼敢会伤对不起阿兰妈姐？南哥，歹势啦，我是今日愈聊愈深，去拖累着你啦。啊，通你是你公司啊，生意出问题，啊，毋是你做唔对代志，我咪哪有可能怪你啦？你无怪我，我怪我家己啊。自从咱合作做生意，你伫拢正听我，啊，不过我所话无都互你赚着钱，所以等到去拖累着你，还阁有用处啊！我实在无迄个勇气，通阁做落去。嘉宏，我知你即个所受的打击真大，也毋过你嘛无需要遮尔啊失志。人生本来就无可能万项代志拢遐尔啊如意，加减拢去受着打击嘛，你爱勇敢想办法去面对毋才对。像我进前去学火烧到遐尔啊严重，送去伫家护病房急救的时阵，身躯去学火烧着迄款疼，会用讲是生不如死。迄时阵，我就想要死死的阵拄煞。也毋过我就想着，我老爸已经遐济岁啊，啊，经过遐细汉，而且公司嘛需要我，我着知影，我袂用甲因放下做我走，我一定要勇敢活落去。加在天公伯有保庇，让我脱离这个生死关。虽然这条命是救回来，也不过我的病煞叫火烧到尿闭嘛，连我家己的老爸看到我，都把我当作是鬼。那款痛苦，那款打击，你敢无多了解？我甚至不知道要怎去面对我自己的病。嘉宏，这个打击，这个痛苦，我都有办法走过来，谁让你不行的。别让大家失望，我相信你绝对有办法渡过这个难关。你有听到吗？人用地了，这么那听你啊，所以你要继续做，公司名也关起来，好不？当啊吼，用迄烧水浸浸的果然有效。唉，啊若讲甲你吼，好甲遐济岁啊，暗时喺咧困，佫袂输敢若高济天咧，拄会冰来冰去，安尼才会加劳劲。你是讲这加劳劲甲困的姿势有关系？当然无关系。啊，而且吼，咱人若是较疲劳，啊是火气较大，嘛是有当时爱原来会加劳劲。也毋过你的加劳劲吼，我咧想可能甲你鼻咽癌的镜头。无定就是你的鼻炎来哦，伊镜头真正恶化，所以讲哦，咱就要赶紧转水底疗，找医生好好治疗。Yes sir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即马开始，你直接看讲这哦，变作开始哦，你来啉茶啊，啉奶哦，饮料你啊，较顺利哦，我一定甲你头，甲你头到你变狗。孙女啊，你好。哎哎。这吼是我头拄正伫楼骹买的这鹅肝啦，啊你吼汗少点食，好，哦哦，多谢多谢。有春英啊，你好，这是我买的啦，啊这是乌林，你爱汗少食哦。哦好，多谢网友啊，甲网市啊恁两姊妹。啊这是鹅肝啦。
有准兄，啊你一定爱食。啊是讲孟瑶甲孟慈的两姊妹啊吼，啊都较清心，因为我甲收啦。啊你安尼遐尼歹命，我甲你收这敢好？啊袂要紧啦，咱也毋是咧无熟识啊。啊偏偏吼，拢是来进乡的，大家互相啦，啊你唔好客气嘿。无要紧啦，爱是我做会到，唔只有法度通甲恁两姊妹斗相共，啊我若做袂到嘛无法度。无啦，啊你着做到的。有办法呢，解甲好阮两个姊妹啊，心服口服。这是恁两姊妹的命底好，我唔只有法度通替恁解。啊，你若亲像阿咪啊吼，伊这命底遮歹吼，我都无法度通替伊解啊。不要紧啦，我找袂讲解啊啦。好啦，安尼恁三个等于拢有解啊啦，安尼就好啦吼。有春兄，啊无我要坐来底休困啦，啊你也去吃哦，吼。好啦好啦。对啦，你去吃哦。好好好。董事长，你是去倒位熟识的美少女团体哈？啊，伫只三个内底，你改两个，你这当时发生个代志啊？就头拄啊，头拄啊！等，头拄到底是啥物时阵？你讲我清楚个。你个颔棍啊，去有闹着个进前啦。是阿妹，这透早有才调改两个。嘿啊，下流胚子！你有这么好壮阳的物件，你竟然无介绍给我知影，无知咱全家子通的兄弟感情呢？阿哥，三个，你改两个，剩一个，你竟然和苗公，那我算什么？你即摆是咧讲改三？啊，改！喂，无礼貌你！外国人，外国人，真是敢唔敢会晓想啊外国的代志？我是咧讲改签诗啦，改三。臭鬼呀！啊！你是搁做啥物特色的代志？让阮大爷安尼大细声遐尼生气啊！哎，无人误会啦！哎，阿姨啊，啊你去排解客房的两阿母的代志，排解了安怎？好啊啦，有答应我，讲袂离婚啊。哦，安尼够牛哦！啊，来对阿阿母早离早好啦，干么了拖西连呢？你去嘴难解较清气想呢哦，凡是你硬暗困困的，明仔再爬起来时，唔呐干呐加老浸尔，无定着过会嘴歪目睭叉。喂，哟，等等的哦，嘿，哦，啊，着我啦，啊，甲阮隔壁阿个粗皮啊啦，啊，参阮表小妹，或者阿喜啊，迄个啦，安尼哦。好啊好啊，我会带因过来吼。好。大兄，啊是倒一个担当靠你。伫溪州遐有一个造景大师，担当处长，吼，伊有家己一个私人的迄造景公园，足快，讲叫我都爱带你甲初步啊过迄边啊，细细老老的啦。哎，阿小姐，直接来，即间就是啦。你小看卖，啊，看有介意无？有啦，朱老板，我真介意啦。哦，有介意就好啦。啊，请问你啥物时阵要搬入来？哦，我等下看行李，我明仔载就搬过来。啊，这么紧哦？啊，你是干那一个人，还是还佫有其他的人？我一个人住嘛，朱老板，你做你放心，迄厝水吼，我做一摆予你啦。好啦，好啦。我就住喺隔壁尔，啊！你若搬过来，你来甲我画一下就好啊。好啦，厝头家多谢你呢。你莫直直叫我厝头家啦，遮个人吼拢叫我严啊，你叫我严叔啊就好啊啦。好啦，无严叔啊，我即摆等下款行李，明仔载我就搬过来。哦，好啦，好啦。兄弟啊，你去靠近家宏，爱敢听会落去？该讲我拢讲啊，嘛唔知伊是毋是听会入袂。我若要改变一个人想法，都毋是遐尔简单个代志。何况即摆家风，伊确实受到真大个打击。我想爱予伊淡薄仔时间，好好冷静思考一下。英姨啊，你是有够好心个呢，讲种有同情心个，为着要靠近家风，佮全然教育高阳呢。大家拢是好朋友啦，去甲关心一下嘛是应该啊。而且家风，伊自从开公司做生意以来，一直拢真认真，嘛真拍拼，也毋过煞遐尔歹运，小连续拄着遐尔济代志。
讲实在，我嘛真同情伊。家宏敢肯接受你的帮忙？家宏的自尊心哦，实在足强的。伊的心态哦，我了解。一个查甫人吼，若去碰到困难，去让一个查囡仔出来处理吼，是足无面子的。啊，不过因伊安尼就是好意啊。虽然是好意啦，啊，不过一个查甫人哦，一定爱有自尊，爱有个性啦。伊无爱接受哦，一定有伊的原因伫的。我看吼，咱也是莫甲伊勉强的，保留伊的自尊啦。对啦，阿伦，放过来。家宏这个无跟招行去发生这个代志，其实等于是一面镜在予咱看。虽然讲人生无得咧听一话，也毋过做任何代志嘛是爱特别细腻。像恁伫外口散会，也是生活管理，拢爱真注意。我知啦，做代志哦，细腻无是本。文啊，啊，啊，这边公园。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啊？这不是叫做公园，叫做花园，这叫做万景花园。你甲看吼，这所有的树啊啦，啊甲所有的花草啦，拢总是淡淡的，伊的精心的杰作呢。好，伊上爱树啊，这世人上爱造景尔，爱着爱伊的环境安尼好看，啊人人来去看哦，拢爱这个所在佚佗。你甲讲，伊的人哦，真正有影哦，做人足好个呢。是耶吼。对呀。你袂着这呢幸福，我无怨，感情债永远嘛还袂完。